好，在这一边，它的 A 是什么？它的 A 里面有 A 跟 C，然后两个 number of element 两个，然后 A 之外的有 B、D、E、B、D、E，然后它 B 之外 A 之外的有三个，P 里面有这一个 E、H、K，然后里面有三个 P 之外的有 A、B。C D E A B A B C D 没有 E G OK，然后它有五个，一二三四五个，这边三个，好，然后一在这边有这个二三六，它里面有三个，我这样 n 的话呢，就是 number of element，OK。So 我的 number of A 的话呢，这一个是什么 number of elements in set A，OK，就是说它是 set A 里面有几个元素，这样 OK 好，然后接着我们再来这一个。一之外，一二三四四个，然后 P 这一边是 P 是这一个，你要看 P 是这一个圆圈，这一个是 P 的，所以这一边里面呢是 P 的，所以我的 P 的呢，它就是什么？一二四六，然后 P 里面有四个，Q 呢？Q 在这边，Q 是这一个东西，Q 是这一边，OK，Q 是这整个，所以我的 Q 呢，它就有 E，没有，它 Q 里面有三个，就一二八三个，然后 P 之外有多少个？P 之外的话呢，你看 P 是蓝色的这一个，所以 P 之外的是这一些，OK，所以我的这一个 P 之外呢。它有什么？P 之外，它有这个三五七八九，三五七八九，这个一二三四五，OK，这个是在 P 里面的，P 外面的包括八哈，所以它这边有五个。好，然后接着这一题呢，这个 A 里面有几个？我们看 A 里面有几个？A 是这一边，A 里面有三个咯。然后 A 外面有几个？就蓝色的框外面一二三四五六六个。B 之外，B 是在哪里？B 是在这一边，OK。然后 B 之外呢，就它外面的，OK，外面的。然后它外面的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。B 里面有两个，B 外面有二四六七七个，OK。然后一它有多少个？我们看一有多少个，一在这一边，一是这一个，所以一里面有多少个？一里面有一二三三个。然后 F 之外的，就是 F 在这一边，OK，F 是这一个。然后 F 之外的有一二三四四个，然后 G 之外的，我们这一边就要有这一个是 G，然后就被框到的是它里面的，然后 G 之外的有一二三四五五个，然后在这一边我们的这一个P 里面有两个。P 之外的一二三四五六六个，Q 之外的一二三四五五个，然后 X 里面有一二三，你可以看到，就是说你把 X 整个，你看整个 X 的框里面，它 X 里面有这一二三三个，然后 X 之外的就一二三四四个，然后接着我们再来看 Z 的是在这一边。这一个是 Z 的，所以 Z 里面有这三个，然后 Z 之外的一二三四这四个，